今天的浪很小又软，大概在膝盖左右，不晓得用短板能不能冲得起来。从凹塞都快滑上岸了，浪还盖不下来。让我们用慢动作再看一次。好！阿伯危险吗？阿伯你好顺啊！阿伯说你哦，红军仔有安怎无？你今日算底房啊，已经几礼拜无事。对哦。红军仔爱说你呢。用家的回去。